第二拍大鼓再反拍，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再练一点，速度慢一点没关系。这个地方我们会把它练熟哦。嘴巴数一二三四哦，干嘛？哪有那么严重？很好。好，请给我一个节奏。非常好。过门。那个过门。过门。东西收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